元贞的事怎么样了？还没什么消息。元贞这人不错，孟欣，你应该找一个好人，找一个比我好的人。我是想找个好人，可这跟元贞没什么关系，人家是有妻子的人。孟欣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孟欣，你能不能上我家一趟，帮我把充电器和电池带来？ 心肺都很正常，血压也很正常，可以手术了。什么时候啊？护士，等一下。孟欣啊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做完手术再说吧。不，我怕我万一不能活着出来。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不，我要说，我只想说，对不起。 孟欣，你走吧，我没希望了。你会好起来的，会好起来的。孟欣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信箱，也许金果会写信给我。如果有，你就帮我回信说我挺好的。 可千万别告诉他我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为什么？腰椎间盘和神经都受损了，虽然手术修复了间盘，要想肢体恢复知觉，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。要想达到行走，恐怕就要靠他个人的毅力和运气了。那怎么样才能让他尽快恢复知觉呢？我们正在研究。哦，对了。 这是住院处的催款单，这么贵啊！啊，谢谢。来，一飞。
你知道夏冷清国这次都去哪些国家吗？好像东南亚那些国家他都去。现在不是在泰国就应该在印尼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泰国应该挺美的。哎，孟姐，小桃，哎，这些天不要让他看报纸。 也别让他听到广播。他今天早上还找我要了呢。你想想办法搪塞他吧。行。我先走了。嗯。饿了吧？我来晚了。不饿。方旭，那你先坐下。 怎么了？清国有没有邮件来啊？我看过了。 好像还没来。孟欣，他会来电话的。孟欣，我能不能见见菲菲啊？等你能站起来了，我再带他来看你吧。我怕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在他脑海里留下记忆。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啊？ 一菲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大夫，你还是让我出院吧。我在医院里面也是躺着，我回家也是躺着嘛。我建议你转到康复医院去，到那里进行有计划的治疗和训练。